3万年前，染魔之战异常惨烈。这可就是仙战神的朔凤剑，对着东方青苍一插。住手！师父，我擅自做主，收留了一名可怜的罪仙。虽然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但本性好像不坏。本座能重建这九霄星辰，还多亏了你。定是你与本座做了什么，才导致还山。你现在在我身体里，我在你身体里。闭嘴！不怕告诉你，你只要在我这个废柴身体里面，不管你多厉害，保准你什么都干不成。你，万事有果便有因，只要重复一遍换身前的行为，说不定可以换回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切记了，换回来了吗？你个无赖，本座现在就宰了你！竟敢对我尊上无礼！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小仙女给本座关起来！尊上，来是请了呀！荒野海强者为尊。不论换身一事抖落风声，拜见尊上。你我你与我就俗葬身之地了，你都说过很多次了。